你真的是够恶劣了，那你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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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是真心祝福你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没你给好水，静宇已经把路给刷开，到今嘛拢无找着人。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主啊，我该做回跑落去，那个时阵开始，我就已经无这资格了。吴静玉出意外哦，安尼唔着代表圣贤哥比爱为你个无人啊？天公伯，我就知影你上疼我，才会替我甲吴静玉收走，物归原主，完璧归赵。你莫操心，好，我走。新贤哥，新贤哥，哎呦喂啊！啊，你是在看啥？我的离婚夫啉酒醉啊，紧替我家扶去楼顶的房间啦，紧来啊！新贤哥，新贤哥。就算吴静玉找回来啊，咱嘛已经柴米煮食饭，注定一定爱结婚的。信贤哥，你莫误会，我是想讲替你把衫脱掉，安尼你较好困啊。静玉，你终算是回来，你应该袂怪我要回去求你对吗？你应该袂因为安尼离开我对吗？伊竟然把我当作是吴静玉，静玉。原谅我，我知影我做唔对。我，你甲我真吗？幸福来得太突然，就算伊甲我当作是吴静玉，嘛不要紧。新贤哥，真正有够缘投的，风度翩翩，整个人都是贵族气息，这种气质，这种风度，是谁会当拒绝啦？哎呦，哪会有人生到这么好看？不管是站的还是倒的，都这么赏心悦目。金玉，金玉，你没错吧？金玉，别惊，别惊吼，有我在你的身躯边。你哪里？啊！我哪里？你足热情的，唔只会当困到遮尼露面，
你应该无甲咱们的代志放袂记啦吼。我可怜，我可怜，这一定是你做梦吧？那是做梦，我就是你的梦中情人哎。咱们我看你这么艰苦，我看了就不甘的，所以你给我点去。信贤哥，你哪会洗身躯洗这么久啊？你看这物件拢送来半工啊，咖啡拢冷去啊！别过来！我早暗竟然给你，你竟然！我拄才洗身躯洗够较久，嘛洗袂清迄种垃圾，你竟然敢对我做出这款代志！三妹明明就是你心主动的啊！我再讲，这种代志啊，不是我一个人就有法度做的。那不是你愿意，我就……好啊，别再讲啊！我心里根本就无你，你别抓准你用这种方法来接近我，我就会接受你啊！我知，我知，我心里有站站。我跟你有过这段，我就心甘意足啊！我知影你心肝内上要紧的是吴靖宇，虽然伊已经死了。你等下，伊无死，我一定会找到伊，一定会平安回来。对对对，伊一定袂死，一定会平安回来。啊，不过伫个伊回来之前，我会当代替伊照顾你。无可能，你无可能会当代替伊，而且我更加无想要看到你。谁讲我无法度代替伊？昨暝唔对。你莫阁讲啊！你做出一款袂见人、袂见笑的代志，你想我是当作啥物代志拢无发生过？你若是敢对任何人加讲一个字，我绝对袂放你煞的。我袂讲，我袂讲啦。我答应你，这是咱两个人的小秘密。你这……算你拍啥手？好，不过信贤哥哥，你别跟我讲啊！你竟然对我……好 man 呐、啊！对不起，霸道总裁，赶快！白白是呛虾，哪会气质差这多啦？老婆，我知影我最近较无闲啦，啊你嘛知影客白即马正咧飘风头，啊鸟若是无伫个，伊下骹遐个鸟鼠就想要作怪。我嘛咧无闲，客白交我个事业，也佫有按来伊遐个细汉，煞无去顾虑着你，是的啦，今暗我陪你，好不？唔咩？我是想讲，你爱以事业为重，客户把这么大的事业交予你花，你唔着爱好好表现，袂当予客户失望。啊，你就唔免烦恼我，我会家己照顾我家己。无喏，我顾事业以外，我的家庭嘛是爱顾啊，而且厝内底的代志我嘛是爱做。还佫我一句无甲你。我就忝的，我昨暝无睏好，我先来休困啊。老婆，无你先去睏好啊！我刚刚回来，我才带你去买包包，还佫买新衫，而且我是煞订一间五星级的饭店，咱两个后底先。哦，你真正足烦的，我就讲我足忝的，你莫佫乱好无？手机还幸福吧？想做怪我看。
这小妹意思，金鹏想弄，够了！对，我昨暝甲吴信贤困做伙，你们在要创啥？你是不是袂记得？你是我的老婆。我的人啊，迄拢是你家己想的，咱也无交往过。我佮伊的人，自头到尾拢是信贤哥。五年前你讲你爱我，你真需要我，我佮替你担罪，你讲伊会伫外口等我。就迄当阵，我走投无路啊嘛。要提干呢，一个人佮两个人，当然是一个人去就好啊。这五年来，外口的社会变化足多，我嘛经过足多无同款的代志，咱两个人的想法已经无同款，已经愈行愈远啦。只会当讲缘分尽啊啦。你莫甲我讲，你五年前就已经开始骗我。我无安尼讲哦，是你家己想的。哪里讲啊？我要听你亲嘴讲，你是不是五年前就开始骗我？讲啊！你就安尼讲啊，我阁会当安怎？你莫阁一直五年前安怎好无？较早的人做兵两年就互人兵变啊！你五年，你伫内底五年，我拢无交男朋友，已经足对得起你啊，好无？你五年来拢无交过男朋友，那安尼就证明讲你对我是真心的。要毋过，你是安怎会到吴先生安尼啊？是不是吴先生把你欺负？我来做伊算账，今年刚生兄弟的查某人，我绝对要让伊死！无人欺负我，我甲信贤哥是两情相悦。对，我爱着伊啊！我伫咧你毕业无外久的时阵，我就爱着伊啊！这就搁在缘分，天注定，你较认命的啦！咱两个自细汉到顶大汉的，我为自细汉嫁你到今嘛，结果你等我五年，咱就要结婚的时阵，你煞变心吗？我知影，你是不是不确定你的未来，所以你才会去爱着吴先生。咱即马来登记。我跟你结婚，我会给你安全感。走。我才不爱跟你结婚，我甘愿做吴信贤的小三，我也不爱做你的老婆。你看啦，你就是安尼这么粗鲁，又是婚又是酒，你身躯顶的味，我安尼歹听我就莫讲啊。你的体贴拢是你家己想的，你根本啥物拢唔捌啦！人信贤哥咧，信贤哥伊有受过好的教育，人身躯顶迄是啥？迄是气质。我甘愿对着伊的身躯边呼吸上流空气，我嘛无爱对着你的身躯边食臭小的味啦！你出城走，我替你打嘴，你现在要来定害我？